右手从体前下落，左手向右侧画弧，同时收脚出步，右手收到耳侧，掌心斜向前，搂膝按掌，重心不转换，左搂膝凹步，重心不转换，搂膝凹步，搂膝凹步动作要点，转体落手，弓步搂推，转体托掌，弓步搂推，转体落掌，转体托掌，弓步搂推，那么做手挥琵琶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的，第一个呢，是我们直接有一个根部的动作啊，重心微微向前，重心转换，右脚跟到左脚的后方啊，落步时呈八字步啊，脚尖斜朝前啊，斜朝前，然后重心慢慢转换到右脚，左脚由脚跟提起，然后转换成脚跟着地，哎，这是我们的虚步啊，脚尖自然上抬。啊，站上台。好，我们一起坐下，看一下完整的啊。根部后坐，两臂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，各走弧形，收脚落步，合手。前手呢与肩同高，右手后手呢掌心对着你左手的内侧。手挥琵琶动作要点，右脚根部虚步挥抱，好，我们搬篮锤的动作呢是进步搬篮锤，那么进步搬篮锤的时候，首先要注意什么呢，就注意我们身体的在重心在上步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平稳，要迈步似猫行，哎，动作连绵不断，蓄劲如抽丝，从手挥琵琶，前脚尖外摆45度，左掌按，右手变拳，在胸前拳眼朝内，向前搬出的同时上步，左手在右臂的内侧搬拦，左手从右臂的内侧向前拦手，右手回腰间上步锤，搬篮锤动作要点，转体搬拳，篮掌打锤，左手从右手下方穿出，两手打开，向下向后向前按出，两掌之间与肩同宽，掌心朝前，指尖向上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特别注意我们后坐的时候胯要下沉啊，不要往前顶髋啊，胯要下沉，胯要下沉，向前立身，保持中正，如风似臂动作要点，风掌后坐，弓步推按，